但是推动中央厨房整合计划成效是真好，目前整体厨房午餐比例是达到93%，是拿到第一。其中中央厨房联合用餐比例是达到75%，充分展现出规模经济效益。今日市长吴伟体是前往下镇国小，亲自来了解学校午餐的品质。关心学童食好食歹，但市长吴伟体前往中西区协进国小，康舒心做伙食饭，真心体验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。油菜、玉米、蛋花汤跟豆浆，营养又美味。那所以市长特别要求说，真的如果说不好吃的也要反映。那我们也希望说色香味都要俱全，最重要的是还是便宜，小个短碗。好、哦，那看我们刚刚看同学有人还是咬蛮大碗的、哦、所以还是希望说，孩子多吃一点，同学才能吃得头好壮壮。但是营养午餐采用三张一 Q 的达成率是100%。素王食材覆盖率也将近95%，确保食材品质较安全。那三张 EQ 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个食材可以追溯它的来源。那台南市来讲，三张 EQ 是100%，所以都可以争取到中央呢偏乡14块，一般可以一餐再补助10块。然后我们呢可追溯的食源的比例呢，中央就有要求一半，但是我们95%。所以代表说，我们学校买到的这食材都是可以追溯食材的来源，相对是安全而且有品质。自小就建立他们优良饮食的一个菜单，然后希望透过我们智力的那个菜色的改变跟提升，让孩子能够翻转他的饮食习惯，让午餐变成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最期待的时刻。透过市府和学校的用心规划，希望学生会当享用安全、健康又个美味的营养午餐品质。记者孙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